着五点亮的魔杖，还有我的光轮两千，现在想要变成哈利波特没有这么难。由饭店业者找来哈利波特联名合作，推出了一系列的商品，让你一夕之间就可以马上变成霍格华兹的学生。穿上最喜欢的学院格莱芬多的巫师袍，想象自己跟哈利波特是同学。君越再次联名哈利波特，抢攻哈利迷的市场。我很喜欢 Harry Potter。那你最喜欢哪一个？Gryffindor， 围巾和雨伞，因为觉得还蛮漂亮的，蛮惊讶现在还有做这个特别这个雨伞、水壶、行李吊牌，不止用品，还有食品、便当、甜点，全都按照四个学院的颜色设计不同款式。魔杖、笔记本、手提箱还原度高，吸引民众驻足拍照。有在看，对嘿，跟着小孩子看嘿。印象中的金探子小小一颗很难找，这颗足足大了好几倍，得花3天才能完成。翅膀比较短的也比较薄，所以我们在连接的时候要很小心，它会断掉。我们去推出一个联名的商品，它的独特性然后还有加上饭店的这个品牌性一起来做一个结合，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号召力。整间房满满都是胖虎，北投春天酒店以可爱取胜，打造限量主题房，洗澡睡觉所到之处都有胖虎陪，好评不断。飞天小女警8年级生的童年回忆，台南的和义饭店跟卡通频道合作，还有当红的卡通明星探险活宝熊熊遇见你，主题房内的玩偶、盥洗用具、收纳袋等等都能带回家，小朋友还能到户外的游戏区，有熊熊遇见你的火车站，还有电动车。电影迷、卡通迷市场广大，饭店业者看准商机，掀起联名风潮。三立新闻刘玉雄来台北采访报道。